赵本山借助自己刘老根这个品牌搞起了刘老根大舞台，搞成了二人转界的我行我秀和绝对畅想式的选秀节目。但沈阳显然只是赵本山的起点，这不，他带着刘老根大舞台走出沈阳，来到了满洲里演出。当晚赵本山带领众弟子以及当地年轻演员出席了庆功宴，兴致很高的赵本山很快就陷入了杯光酒影中，有酒还得舞来喝。赵本山任由徒弟们拉着他的手，随着音乐摆动身体，有点醉拳的味道，把台下的人逗得前仰后合。赵老师跟我跳一段吧。一曲结束，赵本山正要离场，一位俄罗斯女演员操着流利的中文邀请他跳舞。赵本山朝台下做了个鬼脸，又欣然接受邀请，拉起俄罗斯美女演员的手跳起了慢三。凤凰视频整理报道。